导演组宣布将会录制街舞4的消息传出时，不少节目粉丝就像吃了定心丸，安心下来的同时，又免不了开始猜测第4季的4位明星队长将会是谁。万万没想到，各家粉丝在猜测队长正式名单的过程中，居然吵了起来。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吵了起来。就是街舞4的关注度非常高，为了安抚粉丝们的情绪，节目组在近日正式官宣4位明星队长分别是王一博、张艺兴、韩庚以及刘宪华。6月9日，王一博在自己微博发表用热爱与世界共舞，展现中国街舞的力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王一博发的这条微博转发数已超100万，评论数也超100万，点赞数更是达到588万。就是街舞4官宣的微博也是高高挂在节目组官方微博热门内容的首位，转发量和点赞量同样超过100万。尽管1997年出生的王一博今年年仅23岁，但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展现了其在街舞上的强大天赋。距离上一季节目录制结束已经过了将近1年，相信在这一季节目中，王一博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继王一博之后，第二个官宣的明星队长是韩庚。王一博、肖战、易烊千玺、张艺兴等新一代流量明星崛起，而像韩庚这样的娱乐圈老将却在慢慢没落。一代新人换旧人，还真是熟悉的娱乐圈残酷的游戏法则。不过，就算如今韩庚已经不再是顶流，但其舞蹈实力却依旧不容小觑。面对其他顶流明星队长，他能否逆风翻盘，逃离再度被团灭的命运，也算是看点之一了。除了王一博和韩庚之外，始终坚持推广街舞文化的张艺兴和新加入的全能小天才刘宪华，他们又将会在节目中有什么样的表现，可谓是期待值满满。不管如何，他们4人在节目中将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，我们静待节目开播，自见分晓。